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Tech。 嗨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太久没有拍影片了。不过呢，我们最近拿到一个非常厉害的，算领嘴吗？算商品，算好吃的，好吃的东西。噔噔，内内 Chicken 的冰淇淋。其实我没有吃过内内 Chicken 本人，你是不是有吃过？可以形容一下它厉害的地方。很好吃，要怎么讲？它是韩国的，韩国来的炸鸡，蘸酱比较甜。对对对，所以 Nene Chicken 也差不多。它的种类非常多，它有很多系列的炸鸡，口味很多种。太香了，好。但我必须要讲，这个冰淇淋真的是不好找，不好买。哇，好 Q 哦！那它就三只哎，这样子多少钱？他说现在特价是107。全联买的吗？对，现在只有全联买得到，但问题是不一定买得到，因为它的工厂好像出货的时候量没那么多，我也是问了好多家才找到这个。它是有限量的吗？还是它只是现在先讲限量，之后如果卖得好也不知道？因为他说他3月8号就已经开卖，可是我已经找了2个礼拜都找不到，问遍了市都没有，那就是饥饿行销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到底好不好，值不值得，好不好？我无法形容、冬瓜，因为我其实早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口味，但你不知道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冬瓜口味炸鸡，还蛮神秘的。冬瓜柠檬，你很厉害哎！可是跟图片的不太一样，看图片有点像香草冰淇淋，但是它里面是这样，或者是冬瓜柠檬。不要浪费食物，太脆弱了吧？可是它皮不脆，因为我原本想说，它如果做炸鸡的皮可能会再脆一点，薄皮嫩鸡。我只能说很特别。它表面是什么啊？饼干吗？玉米淀粉？这比较像在吃刨冰吗？小时候到两岁，可以转下来。棒冰棒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比较像那个一杯的，然后要煮。哦，现在要夏天了，蛮消暑。那这个你会回购吗？可以分享啊，尝鲜看看，买到的话可以买尝鲜看看，就蛮特别。好啦，那如果最近有什么新品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再去找来买来分享给大家试试看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留言、按赞，拜拜，拜拜。